桃园调解委员会举办第36届就职典礼，本届调解委员12个人，有两位是新加入的新员，前主委林万模继续连任第36届调解委员会主席。桃园镇长柯志宏是真肯定桃园镇调解委员会新州，基本继续保持佳绩，为民众调解纠纷，促进上好。镇长是颁发聘书予每一位调解委员。柯志宏表示，恭喜主席林万模继续连任，也期待伊带领每一位委员，会当用上专业知识来为民众进行协调。我讲定吼，啊，第36届会调解委员上阵，啊，首先吼，恭喜咱所有在委员吼，啊，会当来担任咱鹿港的调解委员，也恭喜吼，我们最资深的林万模啊，林主席，因为伊服务吼有29年的这资历，所以在大家的吼一个推举之下，由安尼林主席来担任咱调解会主席，啊，林主席的带领之下，相信咱的调解会一定服务到咱上好的品质，啊，甲咱乡亲的服务做了到上好。林万模表示，感谢各位委员的支持，未来将会甲各位委员做伙秉持公正、甲理性的态度来为民众调解纠纷。我们秉持过去我们的精神，我们精神继续为民众服务，像以往一样，能够得到全县我们县政府名列我们前茅的地名的目标前进。我们保持热忱的心情，为民众排解困难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鹿港调解委员会近年来的业务科学评比成绩拢相当的好，也连续几六年摕下中华关的第一，期待在新的调解委员就任后，同样有好的成绩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鹿港采访报道。